有位弟子，他今天早上梦到，跟师父坐一辆车，然后车上就问师父他修得如何，师父就问他几岁，他回答师父30岁，现实当中是34岁，然后师父就说这么年轻啊，请问师父，这梦是什么意思？34岁，他现实当中几岁啊？34，然后梦里师父说他30岁。说他很年轻那就是延寿3年。好的，感恩师父开始。